请收看《卫星世界风水真经》。各位十方大德，十方法界有缘无缘，有情无情，众生阿弥陀佛。咱今日继续咧，过来讲这个风水真经吼，风水真经诶。咱顶节咧讲到玄武，玄武就是咱的后脑，后脑或者玄武，咱的头壳或者玄武。咱的厝后或者玄武，咱的风水的后壁或者玄武，所以玄武的就是咱后壁看袂到的，看袂到的玄武的，就是它这个滚滚滚的看不到的，哈、哦。你讲啊，咱的易经的卜卦，哈、哦，那阿都的玄武洞呢，就一定有拆迁，拆了迁就到位啊，哈、哦，拆迁就到位，迄个玄武，玄武的后壁看袂到的，头前看到朱雀，后壁看袂到玄武。所以玄武啊，你伫这里咱的风水来滴讲啊，嘛是足重要的。玄武就官丁、人丁，哈、哦，官丁，哈、哦，官就是贵，就是贵，有贵无贵，哈、哦，富贵的贵，富嘞头前主席都是富，哈、哦，都富。那么，咱来顶一个讲到这里玄武嘞，后壁出后热死啊！好，有这个，有这个罗枪啊，哈、哦，咱的步伐都顶在讲过，用石头，哈、哦，抓了石头蹬的，或者泰山石加蹬，哈、哦，泰山石加蹬会当，劈面会当化灰化这个煞。啊，结果继续讲几个神书啊，我能开始，我能开始啊，玄武、青龙、朱雀、白虎。肃静威，肃静威，这两三写是肃静威哈。玄武、朱雀、青龙、白虎，这叫肃静肃静。好 ，X Y 的掉哈。叫做肃静肃静威，哈，国就肃静肃静，国就本位不相犯，对啊，就是讲我良民该管，你就管；好民该给，你就给，哈，啊，无你青龙你该管呢，你唔管，该管无管，啊，该给你就无给，唔给。啊，该你无该给，你就举头起来。啊，这个给，啊，这管、啊，所以该管就管，该给就给，哈、啊，各就各就本位。啊，这主席呢，咱头前主席是看动真开朗，真开朗，也是好多主席，主席开朗呢，啊，开朗，开朗，开朗，哈、啊，真开阔，开阔开朗的是啊。这嘛是好多，哈、啊，各就本位。玄武后山爱管，哈、啊，爱后山爱管，哈、啊，该管该管，该给该给，都免该管的管，正免该给的给，哈、啊，肃静威，哈、啊。所以啊，咱这条看，叫做爱管起来，哈、啊，好、啊，这拢是管，哈、啊。啊，这个一个，哈、哦，啊，这该看，好、哦，这爱看，
去解决吼。啊，一个分界线，一个分界线，分界线。好，这分界线呢，各位咱会用真注意着看，这边拢是属好边，爱较低。好，这边好边爱悬，这么悬，后数嘛悬，这么低，是不是呢？拄拄啊，一半嘛，对吧？好、哦，这是咱的地理风水的地理先天的原则就对。那莫讲哇，这该低，你唔低该悬唔悬，哦，迄就唔对去啊。哇，这即摆看真侪起厝，真侪迄种别种的厝。啊哦，乱七八糟。该悬的伊唔悬啦，该低唔低。好、哦，后面的咱一间厝别种啊，四角角呢？后面牙足高足高呢，哇哇，那包死的，这贵州这大人哦，囡仔嘛真歹的。啊，两边呢，加后面管东西边，好、哦，那中大，嘿，再去，咱的山西里家，哈、哦，这里潘省，哈、哦，潘海光，啊，都去去了，入去各省内底，好、哦，看一波波人，好、哦，再多一波人出啊，好、哦，啊就是。好边关两边街，哇嘿，啊个顺水楼，囡仔一定歹嘛，吼不听话，一直不听话去，迄个好丫头，吼两街，吼啊过来咧顺水楼偏啊直砍直出嚟，系各就本位，各就本位，啊，即研究地理啊，研究地理最基本的原则，啊，所以头前咧。那这边话，这管呢，这代表是阳，就代表是管呢，就是较少较一加一加来，啊，这加都看看啊，就一射就射去，啊，这加吼，好平呢，啊，一直加嘞，吼，这个形状的话，咱讲了太极啊，国旗不能，国旗不容易，这个韩国的国旗设计了是袂歹，韩国国旗是太极，为太极诶，国旗不容易。好、哦，韩国推行民主嘞，真骨力，哈、哦，真国之本位啊！以民主意识、民族意识真强，民族意识真强，哈、哦！这是韩国伊个迄个伊个个国旗内底啊，就当显示伊个民心，哈、哦！啊，咱这个中华民国，哈、哦，光芒所到光芒，十二生肖。哈、哦，向外发展，所以中国人啊，世界地球上伊都有，哈、哦，是，你渐渐哈，迄光芒啊，那是梅花，光芒四射，光芒四射嘞，所以咱中国人嘞，会真够世界嘞，世界真够世界头只，啊，怎么看啊，看都两个，哈、哦，中国人是安尼，哈、啊，现在看到国旗，啊，日本人嘞，迄条圆圆的，一颗圆，迄条圆圆红红迄条啦，这条就是太阳。他们心呢，一条心，所以因为天皇，迄、那个太阳呢，是代表因为天皇，大家目标向着迄个太阳，迄、那个红红一边白的，用迄红的是太阳，太阳是代表天皇，是一点主咱的心灵的原点观点。所以日本人啊，日本的国家呢，这些人啊，都在这啦，伊刚看了国旗的，国旗都看出伊的团结的精神，对这尊敬的天啊，那尊敬伊主人。啊，咱中国嘅人啊，这个光芒四射咧，吼、哦，看是真真水，四界走，哈，有只日头请人呀，虽然过世命，你甲再看卖，看唔出是浪干，你看中国人，哇，已经是大行。有当时啊，代志好讲起来都无啥爱，歪讲讲啊，迄都见骨啦，见嘛见骨，吼、哦，啊这国旗都吓，啊你这边红，后红啊，青啊，那是满地红，满地红代表是光明，但是满地红实际上就血是血的对，用血中华民国嘞哈，用血所换得来，但是换得来是真宝贵，无唔对。爱准时，大家看了爱准时，国旗这红的这爱准时，但是呢，这个红的这是还在永远呢，还在会老未煞，
啊，甲咱中共啊，吼、啊，咧迄个嘛出红诶，红气满地红。吼、啊，咱也是啊，咱中国有只红诶，都吉利啊，吉祥啊，反正有只意思啊，红吉祥。但是红呢，站在咱的眼光哦，五官意识内底呢，是烈，是火，是火。火呢，一经过接入传达意识体内底，火是直接到尾化病都病。哦，这是含日本嘛是啊，化病都病。但是日本的国旗设计出来，大家较团结，哈、啊，咱中国咧，嘿，你看，看迄条都日头色，恰样样，虽然过这名，好、啊，火烧脚顶虽然走，火烧脚顶虽然走，各位恁要去想化咱的哈，好、啊，那么呢，咱这个就是讲，这个太极对太极的演化，去演化去，演化去。事实啦，咱的这几粒圆内底啊，不是只有十二，十二违背着，十二是违背这天地的数。十二生肖，动物不止十二生肖，不止十二生肖，哈、咱来看，作祟像太阳花，吼、哦，太阳是无唔对。啊，人日本的是往内缩内敛，哈、哦，内内内缩起来，哈、哦。啊，咱呢是外放，啊，内缩一个外放，啊、哦。日本呐、啊，日本哈、哦，日本呢是内缩，啊，咱呢就是外放。啊，四正呢？依照易经八卦来的，一乘二，二乘四，四乘以八，八呢就六十四，四乘384，一数一数一数一这里叫做程序哈，数一就是这样的，照卦是384，六十四卦，六十四爻，六十四卦384爻，啊十二耶，十二耶，十二数呢，这。合数都无，哈！但是当时设计这个国，咱的国旗的人，这个国东旗的，确实啊，真正伟大。就是讲十二数，咱就包容现在人伫世间呐，十二生肖，手虎头龙蛇背羊狗鸡狗的十二生肖，拢是就对啦，拢爱看看慢的，从啊，朱天银，哈，卯辰巳，午未申酉，戌。系都十二个，啊，都十二生肖，所以呢，中华民族那个这里反的，叫我是爱中华民族共和，好、哦，这是中华民族共和，这里是安尼来，当时啊，所以咱呢设计这个国旗，咁是陆浩东啊，好，陆浩东一只有大地位设计这個。哈、哦、啊，咱呢，咱中国人诶，这都、就是这东西山，好、哦，这都是山。好、哦，这是山，拢一个山，所以啊，咱中国以后吼、哦，政党一定会十二个政党诶。找些政党啦，安尼叫平，叫平衡，平衡。这是十二依山嘛，山头主义嘛，山头主义嘛，哈、哦，山头主义嘞，往外发展嘛，往外发展这里不是往内，不是往内嘞，安尼来的。所以说，对中国的比较会离心，比较会离心离道，离心离道。哈、哦，咱啊，你了解一下，咱爱颠倒换，颠倒换，哈、哦。哎，啊！一路在现在离心离道，大家都爱团结，大家都爱团结呐，爱团结都得来。好、哦，接着必要咱的境界坚固，坚固啦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尖的拢是山，哈、哦，那个山是光芒，我要经过看是光芒，事实上是一个山，山头山山头的起。那么，所以四啊，四十二啦，在咱的圆的内底会数啦，圆的内底会数啦，配不出来，配无啥会出来，哈、哦，无啥符合着，这是数的理，哈、哦。
哎，有当时咱来看着食物件，爱用心眼看，心眼看，用心眼去看这个物件，你莫用目睭看，目睭看的物件变青面看的，啊在用心眼看，用投影、倒影对来对这边，投影是，目睭是工具尔，目睭工具尔，目睭工具来就传达。投进去，那么所看拢是向心向来看。目睭虽然一直在看来讲，但是咧，所有的意识、所有的看拢在心肝内底已经投影起来，超越叫做超越，叫做超越。好，那东西啊，这里、個、在修行，有咧修行的时，好，咱做事啊，当然你是无目睭的吼。我想奇怪，我咧食饭，你都拢无目睭的，好，你无目睭的吼。啊，五要差三年诶，才知哈，目睭着肉眼呐，肉眼虚伪的，肉眼虚伪的，虚的毋是真诶，是假。哈、啊，肉眼所看一切拢幻化，拢是泡影；肉眼所看是泡影。哈啊，如露亦如电。哈、啊，就是一切有为法，肉眼所看拢是叫有为法，有为法。啊，有为法的所看拢虚的，拢短暂的。啊，爱咧用心眼看，心眼看才是真咧。所以各位啊，慢慢往内观就是心眼，内观就是心眼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是天目清凉，诸相别好啦。素净为国，就本为不相烦。但是莫去相烦了，该管无就管，该给就给，哈、哦，唔通去相烦就对，哈、哦。一家圆满幸福啊，哈、哦，必无疑啊。假设咱一间厝，哈，一间厝一个环境，咱啊该管就该管，该给就该给咧，哈，啊，咱就一家圆满，包括事业，包括咱的国家，包括咱的国家咧，哈，嘛是会当得到这个都真正圆满，一家圆满去幸福，哈，圆满幸福，哈，各，达至无问题就对，哈，若是违背这个地理风水法则啊，哈，看你偌敖，看你偌敖。四境外局全美无缺憾啊，家内家外保安康。就是四境清凉诸色，羡慕白虎哈。这四境外局啊，咱厝外厝的外口哈、哦，外局全美无缺憾。四境外局哈。哦好，比如咱一间厝，哈，一间厝安尼，啊，即就厝后羡慕，哦，租车，车辆，袂好，哈、哦，四境外局，即叫四境外局。维新上轿。厝外口的拢叫做外局，外口外口拢外局。啊，完美无缺陷，量应该悬，量平诶，应该悬，白虎平应该低，爱安静，吼、哦，可以动，吼、哦，可以动，吼、哦。啊，厝前咧爱宽，爱宽，吼、哦，爱宽，啊，未使有忌，多，哈、哦，多尖，嘿，比那是多啦，尖啦，条啊，嘿，哈，枝后边黑木的山爱悬，有靠。你看一间厝啦，这种厝的时啊，一定外面无家来家外呢，不安康。苗栗，哈、哦，当时我甲苦老先生学这个多啊，学风水这个法的时啊，伊带我去看一公馆，哈、哦，有一口罩呢。但那咧食饭咧，爱用共同炉，爱共同炉。伊个厝前咧，伊就带我去看，甲看许头前煮食，田咧看，哦，诶，田区啊，粮食安尼包带我条食好势。啊，两边咧，迄、那个叫做公馆山咧，悬悬咧，足水。后边咧，迄庙咧，起，结结实实啦，
后山呢，一顶、两顶、三顶，后山几啊顶，啊，你看看，啊，头就看看，所以这口罩呢，头到尾都无分，食饭两百几人，两百几人，拢无咧托光要兄弟要分的啥拢无，足圆满的，迄卡是真恶吹啊！迄、那个处形是足水，后壁山路那吼真水，安安酷嘞吼，一两日外面三路出来，一边各三路，后壁起两路，哈，啊起两路后壁又起一个祖师殿、祖师堂，安尼拄啊起起，安尼起。也起三层哈，一间厝就是安尼，啊落一堆凉面，啊这些的溪水咧，对正面来，对这边来的溪水。好见吼，是一间厝啊吼。那好地理的时候，后壁山峦咧足水啊，后壁山峦，后壁山峦真水。哦，这就是讲那有好地理啊，哦，一家咧会圆满，哦，一家圆满啊，大家就足团结咧。也是啊，就这栋厝，哦，这栋厝咧，假使我啊，伊咧这栋的人，后壁这栋的人，哦，我都甲起关起啊，甲起一楼起啊。啊！再来炸起来，兄弟啊，动干锅，啊，佫白火火火过个头。你看即摆真济砖卡厝，本来袂歹，啊袂歹嘞，兄弟啊嘞，吼，遐兄弟啊都搬，啊搬嘞，到尾都个人起管啊，起管好起来就算咩名，都拢算呀。所以各位啊，你若有租厝要修建，好平，逐准莫去，好平逐准莫遐管，只爱注意，哈，真济人你啊看，只一挂砖卡厝嘛嘞。哦，我这有钱啊！我出入去，来去门口安尼来啊！安尼这门啊，包死啊！这对正心的都无啥啥。我马紧啊，我甲公妈提出来倒啊！嘿，公妈提大牌啊，原来原金要伫只，原金要伫只嘞。原金要伫只，你人讲哦，安尼都马紧安尼，照常就对，算咩咩？所以一家啊，要伫世间啊，要做一口共口罩的人啊。生生世世唔知道要结偌久的好善缘，啊！伫即生咧，咱唔通随便去啊破坏这个善缘起来，莫破坏这个善缘，爱注意，哈！所以一家圆满啦，哈！你靠这个，四境外局全面无缺陷，这叫做外局，外局，这外局，这边啊都外局，完美，哈！后山嘛都外局，后山，好，该管都该管，该接就接，清凉，或者爱管，哈！白虎啊，鸡吼，白虎鸡这朱雀啊，宽好宽宽啊，后壁呢，这就好多啊，悬吼，玄武有靠。那按专门的时啊，你有看到感觉真正平顺。各位伫电视都看有一个广告，那起厝的广告。啊，广告有呾电视飞起来，哦，迄电视足水个。啊，那后壁山路那出来，正新河林，那台湾那边个厝个啊，迄口罩，看看真水。迄吼，迄内底一定出一挂高人，出一挂高人，吼、哦。家内家外保安康，吼、哦，你外局丢，内局那丢，家内家外一定保安康。家中吼，家中东来门路走，常走新兄应如法。我新厝内底咧，你着即着上现在我伫外局啊，吼、哦、外局。即摆着爱开始讲内局个咧，吼拄只咱着讲外局，吼、哦、外局个原则啊，吼、哦、咱着若符合即如法的时，一定平安。
家中东来门甲路，门路门路，各位啊，不要弄错了，不是一项，门甲路，门甲路嘿。门路哈、哦，门哈、哦，门诶诶咧咧，啊、哦，第一咧都第一爱有方位哈、哦，方位照方位就是往向，往向哈，即好多往向都方向哈、哦，第一就是方位就是往向，啊，即叫做往。就往位往位往位，咱比如我一间厝要开这个门，哈、啊，门甲路咧，啊，我就向出去，咱尽量开两门，尽量开两门。你莫讲啊，你来要开好门，哈、啊，咱尽量两门咧，好做往，就是最起码的管理就往位。咱呢，爱要做做这里叫做闲空爱心，闲空爱心，哈、啊，推。六白方，六白一方，哈、哦，迄记下摆恁就知啊。好，我甲恁讲啊，六白方，哈、哦，甲开路上好。六白，哈、哦，即三星即山星，山星啊，一星是六白方上好，哈、哦，即就是讲，啊，过来呢，往即门路呢。啊、你爱收气、收旺气，哈、哦！本来收水神，哈、哦！本来旺气、煞气，啊！要来了哈！忌克贴，克宅，哈、哦！要呢？其离这个卦位，这个卦位、啊、不同卦位啊，比如讲啊，我立哈坐猫山哈，向门哈坐架山，这个就是离卦位，叫做离这个卦位，卦位方向，方向呢无共向。哈、哦，我比如来虽然向北，我来这坐安尼，外口这厝子厝无共挂，哈、哦，无共人员，不同源，无同源呢，不同源，迄就都离了，拢得离开挂位，离开就挂位，迄个厝内底人啊，哦，一定得讲一边，讲一边，哈、哦，这原理，哈、哦，这各位会知，写袂好哈。所以咱一间厝门甲路咧，啊路的位置路咧，直哈、啊、直冲，路去直冲，路咧去反江，袂唔通反江，变过转来，袂用反江就反跳，哈、啊、袂用反跳，哈、啊、门甲路，所以门路咧，虽然咱咧嘴讲门路门路门路咧。门甲路咧是两回事，两回事。嘿，这个呢，咱爱叫做，爱会当个，一个爱，详细咱的认识哈，详细认识者嘿。炒好卖，这门路城哈，闽城过来怎么闽城？哈，门路这里摆法的哈，我再刷的也足济问题哈，也将这图画哦，正正看画哈，好各位了解哈。过来就城闽城哈，这个城啊，
是安怎床有遐厉害关系呢？床就是咱这拿这吸着啊充电的充电。咱困的时啊，因为规个拢放松放下，吼、哦、放下了，咱困的，咱的筋骨头脑被空去，你困的时啊，所以这种充电，眠床呢，爱得较符合这地球磁场，啊、哦，符合地球磁场。但是啊，你要符合地球磁场呢，有的呢，你厝内底的动静关系，你无得符合厝的磁场。那么呢，迄、那个法呢，咱就免去考虑讲说啊，什么命，吼、哦，无共什么命，爱困什么响，吼、哦，无爱困什么响，咱就无这个咧，吼、哦，安尼是就咱就厝无在调整了，吼、哦。所以这床啊，眠床对唔对咧？哈、哦，哎，咱刷咧，咱会看一项去看讲，吼，各位了解。按灶位，哈、哦，灶位是安那咧？灶位是会对人有影响咧？哈、哦，灶位就是咱一间厝伊的位置，伊较早咱古早的灶有灶坑，切咧会火喷出去咧，甲咱厝的厝向，哈、哦、啊方向无下咧，喷出来咧，大家咧滚兄弟咧兄，喷出来咧气咧，结果厝内底咧变煞气，煞这个气，蒸汽的气。改变咱厝内底的蒸汽，这蒸汽呢，你改变了咧，啊，你就变乱流的气，乱的气，啊，乱的气咧，怎么人怎样受怎样相当？因为怎么人每只，伊就是讲啊，我早底下咧炒菜咧，这气冲出来咧，第一个遭殃是怎么人？第一个遭殃，因为就是乱的电呐，乱的电气啦，所以怎么人是第一个受了怎样？所以灶若无好咧，灶人身体会较歹，哈、哦，身体较歹。啊，过来灶人身体要较歹咧，一囡仔身体也是事业都较袂顺。为什么袂顺咧？因为母子连心，母子连心，哈、哦。咱那囡仔会会灭，哈、哦。干那咧做灶人啊，做妈妈的会会灭咧，共一体。啊，一旦心起烦，身体袂平安咧。这个运动的充电，我都充到这惊伊孙啊，会幸福去，电我都充的，所以目底里就是无电的，哈、哦。那么这灶位啊，古早灶跟今麦灶无同款，古早的灶呢，哈、哦，有灶坑，所以有风向。现在的灶坑呢，无风向，压树炉直喷起咧，所以直喷的位置爱会着，哈、哦，爱会着。那么这灶位的。另外，一种一百集的阳台风水来滴啊，阿龙讲足详细啊，即摆呢，我陆陆续续会去甲各位啊，佫啊解释佫清楚嘞哈，这过来神听，神威神听，哈、哦，神听就是咱一家的精神中心，神听，咱的精神的中心，是安那嘞？神听嘞？有咱的祖先的位，有咱祖先的位，有不作的位，神明的位，哈、哦，那是咱的精神目标，咱要成就的所在。两项成就，第一呢，咱厝供养佛，哈、哦，咱若有成就会成佛，哈、哦，咱若无成佛呢，咱来归入列祖列宗，阿爸咱死了后嘛爱写去供养妈面顶啊，嘛爱是白写去。哎，我过去捌当着咱一个信徒，伊讲老师，哎呦，这公妈吼，写迄领哪有啥？阿伯吼，阿伯来讲，阿伯我若死吼，免甲写起拢无要紧。我是安那，迄名写的哪有啥？无偌久，讲了无偌久嘞，囡仔一日直直病，直直发烧，烧袂，退烧袂停，烧袂停就去走了，我走来问老师是安那，我囡仔烧袂停，我你顶日一定犯口业。讲你讲我妈你写迄名尔，无算啥，无算啥。好，啊，就你去，我你紧嘞，等下烧香哦，甲公妈这点香公，甲公去祖先嘞，回事嘞。好，伊就怒气啊！这个公妈，这个公妈祖先这安那啦，什么？这跟说那拢无保庇，是安那无保庇啊？安那好，我对怒骂嘞，等下伊那怒烧到两三下，拢半暝送病院，烧都退袂落来。吼、哦，伊就家己感觉愈懊恼，讲感觉愈气，愈气就做讲啊！我讲你假使有一天啦，恁囝
骂你讲是大人，当场骂你的时，你准备甲扒落无？我一定要拉甲骂你，不好嘛？我对啊，啊！你只要你的祖先啊，你都你说你嫁过来，无共事，吼、哦！啊！你安尼来，嘛是你拜祖先啊，阿拜你爱入入来底啊，那唔是你拍我嘞？你若伊是姓，那么姓陈啊，姓蔡，好，你若拢贵，你若拢姓蔡，你看内底阿妈、阿祖、阿太是不拢写姓蔡？那有无共事啊？对啊，那无共事，为什么你阿拜你？你哋未入这个公妈公妈的位内底？已经是大行。啊！伊就我那个写写，好，我写写，好，对是的。做神啊，愈去，我无你安尼，你个去问神，去问，啊，就去问神啊。好问神呢，我就出来就甲骂啊，骂讲你这号都五亿个，对祖先足五亿，吼、哦，啊对这个处罚了，互你知影个，才知影天有偌高，土脚有偌宽，吼、哦，无人敢那个认你讲啊，我你什么叫做这里、個，但算结果这边吼，算红色这边呢，无甲看大家来就对。好，今日甲你忏悔啦，有啦，等于，照我讲安尼，哦，今日才等于烧香甲祖先咱找实的，讲啊，伊唔知啦，唔捌啦吼，啊，伊即摆忏悔啊吼，伊要改过来，嘿，过一时啊呢，嘿，囡仔三个活跳跳，四个走，四个走，会走佚佗啊，吼、哦，咱人啊，吼、哦，所以祖先的位啊，咱都修要的修正果，咱唔捌都做神，唔捌都成佛，唔捌都去净土，啊，唔捌都上天堂。那么，咱就要伫这个做列宗来滴，啊，要一个更加奇怪，哈、哦，伊个新迄个公妈牌啦，吼、哦，内底一名，甲写唔对，咱照看是爱大个，一些两些滴滴排队，哈、啊，伊呢就而且中是大个，即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即滴滴排队安尼来。好、哦，就是白嘞。伊想讲安尼只钓，每只拢安尼个白。啊，个祖先安了嘞吼，啊，就新白换了嘞。感觉规暝啦，暗时安吼，拢出来滴二条条，暗时咱想咧烧咩？啊，后咧咱想咧人转去安尼吼，骂骂吼嘛有啦，啊，嘛有像稀疏嘛有歹疏嘛有，吼，规个出来滴咧，几一条条，几条条，条条足足有一站嘛，出来滴咧目电脑切光也无。吼、哦，啊，上严重嘞，讲厨房啊，暗时有人伫煮饭，起起哭哭，咱切菜起哭哭，啊，火计切嘞也无，家己开始起着惊，开始起着惊，啊，再去问神啊，问爹公，吼、哦，爹公讲恁的祖先内底啊，恁名甲顺序甲写唔对呀，吼、哦，你啊紧来甲写，哦，我就是等下这等下照顺序写了，迄都无呀，啊，都无去，你讲啊，干那一个名呢啊？名中华民国的字，吼、哦、名什么无话呢？啊，你表面看咧呢，但是呢，因为呢，所谓咱要未成就啊，要未成佛等于，吼、哦，要未对佛净土解释，拢要求列祖列宗列祖列宗来滴。好、哦，还有个一个呢，那信徒，囡仔是我派到村里，了了就出去，无介意的，你他听就出去。你那几岁呢？七八岁啊，呢？七八岁啊，呢？嘿啊，呢？啊，早些啊，呢？无改名单呢？老子，我要哦，那老子，外省人嘛，老子哦，那声、哦，我就不甩这一套的老子。哎、欸，奇怪哦，这那是阿公的，那是阿公的性别哦。那阿公的性别，结果去甲写呢？那你干嘛找来问老祖？老祖啊，你公妈牌，你去拍开看嘛嘞？公妈牌一直咁啊。我妈摆了，你有时是名写唔对，结果呢，阿公的真正阿公的姓的阿公的名去甲写唔对，迄名伊有偏名，吼、哦，甲写的偏名，正名无写的，是大人开的名呢，无甲写的写偏名，吼、哦，啊这都无欢喜啊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就无介意的，唔叫等的，面顶都变出来，拢选择阿公的姓的老子，老子，哦、啊对。好、哦，我才家己去，今日都走来问我老师，阿咩安怎？小兄甲讲，甲祖先啊回信你，吼、哦、啊，我都唔捌，吼、哦、我唔捌的吼，啊，请你咧，即、這个原谅，啊，这请是电家写过，
电甲下过，才煞囡仔才全乖，无都话老子，物件等人都不高兴。这哦，所以咱若修也无修正，修正过啊，拢入日日做日装。好，要过一日，咱信徒，哎囡仔哦，我来带你银行界，是啊真乖，啊真乖嘞吼，雄雄嘞，侵占公款，侵占公款啊，啊就出去也找无囡仔，找无囡仔，一电话咧敲电话等下阿兄，厝人在，但是我讲伊住几多伊。啊，啊，那母一站嘞，啊，这这旧年代志尔，啊，才走来问王禅老祖，问老祖师尊啊，哈，老祖来讲，恁六十八年啊，对公祖先公妈啊，祖先的位啊，哈，有用唔着去，要有那六十八年嘞，哈，伊就是这个叫做骨骸嘞，提起这个骨骸安尼吼，啊，变了，啊，一摆呢吼。有一百的从一二三四五的一二三四五都五关嘛，五个人啊，啊一二三四五，啊一个做安尼，接袂掉，哈接袂掉，刚刚老多搞你一，二，这拜金关不共款了诶。五。哦，金刀翁啊，拜法无共款。哦，啊，甲这个叫做神之牌啊，这神位啊，神一个祖先神位，啊，甲这个金诶骨骸，哦，金刀诶，这位就对啦。安尼拜法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。第五这样摆，哈，这样摆啊！但是呐，公妈下呢，第一世、第二世、第三世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第二下啊！阿伯呐，哇，咱家己先个天雷，哈，要轮到咱家己要也个天雷，哈哈！啊，那无嘞，啊，都你叫咱家己孙啊，给咱天，好，家己孙啊，给咱天，对你要也给咱天，哈，那无咱先天嘛，我紧，哈，呀，你呐，我都给你先天，你心痛啊啦，知影家己当时要等伊。哦，嘿嘿，一直有神通，我当时要回来，我先甲天落，吼、哦，迄就表示咱神通，嘿嘿，迄无错，哈，所以伊这个唔对，原来是叫八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结果上细的吼，上大个摆尾啊去，上细个摆头前，啊大部拢摆伫中，是伊阿只，好、哦，啊摆唔对去啊，哇，你等下进来等下电桥。甲敲着，甲敲着，做阿祖、做阿公、阿嬷、阿嬷、阿叔，吼、哦，照顺序甲摆好，摆好嘞，差不多过三天嘞，这囡仔锁倒来，走倒来，吼、哦，看这乱咁做，安尼你甲摆唔对伊嘞，遐祖先嘞，要因拢还袂成婚嘛，还袂做神啊，还袂做神嘞，伊就是拢伫厝边头尾伫厝里，大家嘛倒来啊，伫厝内底乱乱锁。好，老老说咧，伊就一定要要甲咱启示，要甲咱经过，哈，经过对对唔对？啊，咱咧普通咧，咱都唔知啊，咱唔知啊是啊，伊就是祖先啦，是大人祖先啦，用其他囡仔拿出来，底就互你出个状况，啊，你就会去注意啊，去问，去注意，哈，了咧。才怎安尼变好个？这个咧是有够侪，有够侪，所以心听啦，尤其祖先的神威。那今日啊，那黄秀义啊，提起张超顿啦，啊，伊讲伊做祖先的迄个叫做神之牌啊，吼啊，因为咱大陆人吼，那过年的时神之牌提出来念互阿囝知影，哦，念互阿囝哦，食第几第第食食念。啊，这个信徒啦，想啊，即摆科学时代吼，用摇落来，我你无创电动诶，好无？用摇落来呢，安尼摇落来呢吼，啊，那好只个放破一个就救起来就对啦。哈，咱即摆人哦，啊，这呢，啊过来咧吼，伊想啊，咱的祖先变成祖先踩伫遮，吼，啊，这摇落伫面头前，变成心坎无好，就像安尼个摇落来呢。
啊，你叫乱写，你所有写的祖先呢，伫迄个写的迄条字内底哦，迄条字内底，你甲放起来伫厝外内底，摆啊伫内底，尔无入面。啊，你名提了是念念的尔，伊祖先的位神位啊，吼，祖先的神位啊，那名甲写写，迄个入面厝后壁一个门嘛，祖先神位一个门，吼，那像这安尼一个门，按插伫后壁，吼，插伫后壁，吼，后壁的是啊。伊这只有入面，假使你怎啊甲吊伫外口咧，是搁放起哩咧，结果无一个走去厝内底，结果嘛伫外口落垃圾。你不要那么小看我阿姐的一块壁、一块纸、一条线，你一条线、一条溪，爱清楚，你隔一条线就一条溪啊，宁静。咱目睭在看，无啥，这条线，这哪有啥？结果呢，在灵魂世界里面呢，这条线，吼、哦，大了大到那是罗水溪，那我看大了大到那是长江，那是黄河遐尼宽，隔一条溪，所以我个作者家是我信徒呢，伊若有两成财主的，我两成财主的一定你代志爱有一块隔呢，一块房啊，四叠房啊，你甲隔，两个高马牌中甲隔。那无咧，你就来个牵一个红线，甲开咧，你就两家就算，吼、哦，叫做分界，好、哦。所以讲神明天咧，就是咱所有祖先伫厝嘅，咁未来咱嘛要大，哈，咱的神圣佛祖咧要大，好、哦，佛祖是一个神明，好、哦、神咧，咱厝的家神，唔是外人，各位爱认识清楚。咱厝所供养的神、拜的神啊，拢家己咱的祖先啊，高地人内底修上好，当然做神。我啊，唔拜别人诶，唔是拜别人，所以要开工点干啦。那大师神通诶，吼修足好诶神通，开工点干啦。伊是请你所有现在，比如我涨价，我过去进前高地上有跌诶，这里。好、哦，而且收了上好诶，好、哦，上有这上有涵养，来伫咱家，阮家菜来互我拜，是拜家己的祖先，诶，好、哦，迄是一成果，祖先的拜，哈、哦，甲佛祖的威神的威，神的威，就是祖先所有祖先的目标，拢会当做神的目标，啊，这个祖先的这个神威咧。就是咱以后走第一段，然后咧，结果再去做神。所以各位啊，摸出来底啊，神啊，条条规条堆。你条条规条堆，咱祖先啊，咱有当时啊过去生啊，咱只写的收了袂歹呢。咱比如我顶家过去啦，有一个收了袂歹。这个来坐位做些神啊，这个高位啊，那是那我哦，你调七八仙多啊位。无人坐，把人入来卡翘在度咧坐啊，入来薄冰凉啊嘛有啊，吼、哦，饮酒啦咩的嘛有啊，迄都唔是咱的祖先啊，干咩咧？所以神祭啊，厝的神明祭是祭尊啊，啊，事端就足济原因就先来，吼、哦，事端咧就足济原因咧，吼、哦，啊，佫会搞差几几脚搞差几人家。都是啊，要有其他外人的灵啊，入来伫咱兜，互咱拜。啊，咱拜思想，因为无共系统，思想意识过去都无相像，所以有诶，入来买食唔妥谈，买食唔妥谈，种奇怪，我咧采你真听讲你，都安尼开明白咧足准，安那入来拢开袂准。结果是唔白啦！现在铁道啊，你要请来什么姓名啊？你要叫叫，你也唔白咧啊！伊都啰嗦，伊把都接咧。那今日中道，好，一小朋友对高雄起来，好，伊都好外灵入去伫身躯内底。啊，伊都小白星讲，哦，哇，伊是太子啊！哎呦，太子，过来就有地啊，公三地啊，啊，你们就啥？啊，迄只都是一间厝呢，吼、哦、门无锁，凊彩人买几百就好啊。那看你啥人？我无我人啦。你看你啥人？我无我人。结果呢，一间厝内底厝一间，吼、
福武行六十六十一号，六十六十一号永远是六十六十一号面。但是内底主人呢，你讲哦，啥人哦，厝是同款，内底的人呢，无一定同人。各位啊，厝内底神啊，你呐了解我哦，我祖先有修足好，我知影我阿祖啊，还是阿太啊，去哩哦，两三个修得真好嘞。你个菜三顿是无要紧，嘿，因会当阿济。啊，你呐无诶，嘿，较慢嘞，阿弥陀佛咯，一尊都好啊，阿弥陀佛都啊。哦，安尼来嘞，你也是观世音菩萨啊，佛祖，你一菜一尊，安尼来嘞，一家就会一心，那无就拢全外人来济。嘿，全外人来争，这个位啊，爱了解这里，吼，因为台湾目前社会啊，吼，财神呢，讲到财神明呢，你讲到财神明，大家足欢喜，啊，你看了都会较兴呢，都去摸一线，等下都会较兴，都摸一线啊，摸到咩？唔是真正神摸等下，啊，唔是神有摸的，神无请等下，请一个好兄弟啊，等下有尔，好，这就是讲咱神听。神位甲祖先的位，祖先的位。